过度捕鱼呢，就是呢，我们尽量捕，不管说怎样呢，我们尽量捕，他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还有什么，公公爷爷，还有什么，全家的鱼呢，都把它捕光了。说捕光了呢，怎么办？还有没有下一代？对了，没有下一代，就是呢，我们不让那些小的鱼呢去长大。